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四通公共技术有限公司研华事业部总经理靳小新。预祝2009年研华 WPC 成功举办。四通公共作为研华最大的经销商之一，从1993年开始，我们已经伴随研华走过了16个春秋。诚信、凝聚、创新、共赢是四通公共的经营理念。我们公司产品线丰富，技术力量强大，资金雄厚，有着庞大的客户群。四通公控作为研华的经销商，是一个窗口，一座连接客户和研华的桥梁。我们愿当铺路石，为研华和四通共同成长尽一份力量。展望未来，寒冬将过，早春已到，愿四通和研华合作更加紧密，我们的未来会更加美好。预祝研华2009年 WPC 成功！